大家好，我是 Uni Girl 的橘子。有没有看我身上穿的新衣服呢？昨天我们 Uni Girl 就是穿的新衣服，于是我们狮子军昨天就攻顶啦。于是我们今天继续穿，希望可以再拿下一胜哦。然后今天是我们在斗六棒球场的最后一场主场了，最后一场哦，所以你们赶快进来看球，跟我们一起吼啦咿呀